從咧1995年咧，我開始任教於中大嘅教育學院，25年嚟咧，每次咧我教課咧，我都感到咧，可能係最後一堂課，教埋咧就冇得再教啦。所以每一堂嘅課咧，我都會盡心盡力教好書。同樣咧，10多年前開始咧講道，每次咧我都係用同樣嘅心境去講道，即係可能講埋呢一次咧就冇得講噶啦。所以咧，每一堂道咧，我都會盡心盡性盡意盡力去講好道。今日嘅經課咧係取自提摩太前書6章6節至19節，請大家一齊翻開聖經。是新約聖經第233頁。我想我們用三把聲這樣去讀，即是我讀第6節，姊妹讀第7，跟著弟兄讀第8，這樣一路循環讀完去。我開始先跟著讀姊妹，跟著讀弟兄。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，便是大利了。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，就陷在迷惑，落在网络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。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，持定永生。你为此被召，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作了那美好的见证。到了日期，那可稱頌獨一權能的萬王之王、萬主之主，又要祝福他们行善，在好事上富足，甘心施舍，乐意供给人。在崇基礼拜堂讲到呢，其实至少要3个月前就开始准备，大概一个或者两个月前呢，就要提交一个讲道题目的，就比較要早去準備。所以今天是9月28日加一日，就3个月前的6月天開始燒起城市的動盪的時候，開始準備這個講道。我在7月的時候就被我自己的舞會，我舞會是循道為理聯合教會的會信的編輯邀請，就希望能夠為教會呢在此時此地的參與呢，可以怎樣回應。我們循道為理聯合教會呢，行一個叫三合一的一個精神，就是傳福音呢，是跟教育工作和社會參與或社會服務呢，是三合一這樣做。所以呢，我在這個教會成長40多年呢，都是覺得社會參與是一件很正常的事。
但我被邀請的時候咧，我覺得作為一個年輕人眼中的廢腦咧，我不認為可以俾反送中抗爭運動當中的年輕運動員一些乜嘢嘅建議。咁但係編輯叫到啦，咁我就講幾句，覺得啱聽就參考一下。不過咧，嗰陣時寫到而家出版呢段文字刊出的時候，可能已經過時，不得而知。咁呢個編輯邀請我寫呢大概千零字嘅文章嘅時候咧，啱啱就為咗我今日用呢個榮譽助理校牧身份咧，喺呢個崇基禮拜堂講道，啱啱就定緊呢個題目。咁兩個嘅因素一齊影響咧，就產生咗一個靈感。那個靈感就定咗一個題目，呢個教友可能感到出奇或者難受嘅命題。個題目中文咧就係廢腦教廢青打美好的仗。今日咧，當日寫就係今日嘅經課，提摩太前書六章六至十九節。我寫嗰陣時候，嗰篇文章八月十三號咧，大概佢定咗一個大綱，就大概分五節嘅。第一節就係保羅教提摩太，佢自己當打嘅年華已經消逝，但係消化過去嘅經驗咧，希望傳俾下一代。然後第二個環節，我會講救就救嘅知足。屬靈得勝咧，係需要當下嘅節制。第三想講非物質主義，心靈嘅富足咧，係唔係在於貪戀錢財？第四咧想講美好嘅仗，成為美好見證咧，係能夠為未來設希望。第五咧就係廢腦教廢青，還有未盡的話。不過呢個係好耐以前嘅大綱，今日都唔係跟呢個大綱噶啦。九月會信咧，終於出版啦！我呢篇咧，稱之為一個廢腦給年輕信徒嘅牧養家書。呢千字文咧，咁啊出咗嚟啦，咁我就喺度睇下啦。哦，都幾開心，因為咧冇被審查抽走，又冇被刪改，終於咧享受咗一次匆匆足足嘅言論自由。詳情咧，你哋其實可以上網，即係你唔知喺邊度咧。今天講完圖之後，就我哋掛上網，你就可以睇到。不過我咧帶咗兩本實體印本，而家傳俾你哋。傳完之後咧，喺門口唔好攞走俾翻我。大家幾十年聽講到好少咁樣咧，啊，即係方便你記得我啊嘛。今日講到的講題叫做前輩教後輩打美好的仗 ，Olds teach youngsters how to fight a good war。前輩即係走喺前面嘅人咧，累積咗好多好多嘅經驗。佢點樣俾後輩呢啲打過美好嘅仗嘅經驗？點樣傳俾後輩呢？就算傳咗咧，啲經驗都好容易過時嘅。經驗需要借助一樣嘢叫做 T。英文字 T 嚟提煉咧，先至會成為一啲智慧。然後咧，後輩就喺自己嘅更新變化當中，先會對新嘅處境有新嘅對應，應時咁樣去回應。意思就話，單單前輩將經驗傳咗俾後輩，係咪就係用得到咧？咁我就認為係需要通過一個 transformation 呢個 T。T 究竟係啲乜嘢咧？有四個可能。第一個 T 就係 theory 理論，第二個 T 就係 theology 神學，第三個 T 就係 secret text， 即係一個聖經有帶有神性嘅經文。T 第四個可以係 tradition 傳統。今日講到，我試下用四個唔同嘅 T 嚟解讀保羅呢位前輩教提摩太呢位後輩打過美好嘅仗呢個經驗咧。點樣轉化成為我哋今日信徒在世信仰實踐嘅提示？我哋會講四個 T。第一個 T 係理論啊 ，theory。喺2006年咧，我喺中大教育學院創建咗一個價值碩士課程，價值教育碩士課程。我喺裏邊咧，同時發展咗一個叫做 VIP 嘅價值教育嘅理論模型。VIP 嘅 V 咧係指緊 values。
價值，可以指 visions。 vision 有很多個翻譯，可以是遠景、遠象或者生命的境界。第三個 V 呢就是 virtues， 可以翻譯做 品性或者德性。所以 VIP 裏面的 V 已經有三個了，這個 V 是三個 V 的。然後 VIP 的 I 呢，這個 I 中間這個 I 呢就是 identity， 身份。身份呢就是意思身為什麼，就是 X 就有 Y 這個本分你需要履行，即是每一個身份呢其實是帶有一個本分、okay？ 就身份應該是沒有企人邊的，企人邊那個是多少份三文字的量詞，應該讀份就不是讀粉，粉腸啊那些多少條粉腸呢，那些叫做粉，那你讀讀份，因為本份呢是應該讀份。那如果你說本份應該企人邊的讀份，那你錯兩次啦，就是這樣解，即是兩個系統地錯，所以叫本分。 VIP 的 P 呢是指實踐 practice， 就是很多人一起同行的一種的行動方式。所以 VIP 這個的模型呢就是說價值呢是能夠轉化我們的身份，身份呢能夠強化我們的實踐。英文呢就是 Values transform identities which empower practices。我發現今天這段經文由六章六節到十九節是可以用 VIP 分三段去解讀的。究竟什麼是我們的價值、遠象、德性呢？好了，我們一路順著經文，我們試一下試讀它。首先，提摩太前書六章六節至十一節是跟這個 V 是很相關的，我們看一下看一下。我們看看，首先這裡描述一個價值觀上的進退取捨。什麼叫價值的問題呢？最簡單就是進退取捨。什麼叫價值的教育呢？就是進退取捨的學習，就是我們怎樣學進退取捨。所以這裡提摩太是被教導，被保羅教導，就是你面對的呢，你的時代呢有一些涉及了財富和生命境界的學習。按照這個教育價值教育的三分法，我們可以將這種對待財富有三種的生命層次或者生命的境界，我們的 visions of life 呢可以陳列出來。第一種人呢，財富少過自己所需，所以他繼續去增加財富，為的是什麼呢？就是脫貧。香港呢有超過100萬人在這個狀態。第二種人呢，財富是足夠他自己所需的，他努力繼續創富呢，為的是可能是安全感多些比較好一些，亦都可能是為了扶貧，是幫助第一類人，即是他自己夠的了，不過他繼續努力呢是會去扶助其他人有餘嘛。第三種人呢，他其實財富已經多過他所需要，他繼續增加財富為的呢是什麼呢？所以我們有三種的生命狀態。前輩保羅力勸這個後輩提摩太，你究竟什麼要退避三舍呢？第九至第十節是這樣具體描述第三種人的生命境況的惡，即是財富多過自己所需有搏命創富，是什麼呢？第九節，但那些想要發財的人就陷在迷惑，落在網羅和許多無知有害的私欲裡，叫人沉在敗壞和滅亡中，因為貪財是萬惡之根。有人貪戀錢財，就被引誘離了真道，用了許多受苦，把自己刺透了。所以貪就是萬惡之根，貪得無厭，令人討厭。前輩保羅力勸後輩提摩太，你活出第二種人生，夠就夠，夠就夠的知足的生命境界。提摩太前書六章六至八節這樣勸說，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了，因為沒有帶什麼到世界來，也不能帶什麼去，只要有衣有食就當知足。因為講緊一種生命的價值觀，一種的境界，一種的德性，就是要有當下的節制，才會養成
到呢啲屬靈嘅德性 （spiritual virtues）。如果我用我哋香港而家流行嘅話講，或者有一啲研究年青人嘅學者，佢係咁講，佢話2014年之後嘅年輕一代咧，出現咗一種新嘅價值觀，呢種叫做後物質主義 （post-materialism）， 就係物質嘅追求咧夠就夠啦，有餘嘅精力咧，寧願花喺追求心靈嘅富足。第一個明顯跨代嘅差異，即係上一代同下一代、舊一代同新生代嘅差異係乜嘢咧？就係新生代咧係唔願意做樓奴，佢認為住嘅地方咧唔係一定要買入嘅，不必要做業主而成為咗打工嘅樓奴，更會批評咧呢啲以土地資源作為買賣咧係惡嘅根源。所以提出了土地公義的訴求。在上一個世紀的80、90年代成長的，我們是這段時間成長，在很多努力創富，即是現在是長輩，正認為現在這一代的年輕人毫不長進，所以稱他們為廢青。這一班前輩自以為前輩，其實不少是老闆或者是上司，他們在私底下或者公開呢都會判斷這一班這樣的廢青呢，打工的態度又不夠投入，抵他一世無樓。相反呢，這一代的年輕人就認為那些自認前輩的廢老呢，仍然活在這個資本主義、物質主義、工具主義的奴役當中，即是其實是坐監，其實是奴役著，是沒有辦法進入這個新的時代，他們是非常之離地，完全不懂得前線在打什麼的仗。 Facebook 老餅難以連登，那我們有神信仰的人怎樣看我們的生命呢？保羅接著在6章11節是這樣勸說我們，但你這屬神的人要逃避這些事，追求公義、敬虔、信心、愛心、忍耐、温柔。即是說呢，心靈的富足呢不在於貪戀錢財，更要在離開財富生產機制的惡，返回一個非常重要的身份認同，就是屬神的人。唯有屬神的人這個身份的認同，我們才能夠養成公義、敬虔、信心、愛心、忍耐、温柔等等這些屬靈的品性。那什麼是我們最重要的身份 identity？ 怎樣做一個見證什麼的見證人呢？在第11節，屬神的人這句說話呢，保羅所提出來呢，在我們現在的哲學語言呢，就稱之為身份的認同了。為了讓我們對身份的認同從認識到認同呢，我們可以引入第二個 T 了。第二個 T 就是 theology， 神學。我們信徒是不是一定要讀神學呢？其實一般的信徒要認識的最少的神學，我們的 minimal， 最 minimal， 其實就是我們每次崇拜剛才剛剛公開認信的使徒信經。大家睇翻下使徒信經，每一句說話嘅開頭咧，其實都係用我信開始嘅。我咧徵求緊處理校牧嘅同意咧，11月開主日學咧，係想同大家一齊研讀使徒信經。所以如果有機會做詳細嘅分析，屆時再講論。以上係一個植入式嘅廣告。當然啦，以使徒信經認信的時候呢，我們認信了聖父、聖子、聖靈三一的神。用我們我本行哲學邏輯的術語呢，就是意思每一次崇拜當我們認信的時候呢，我們在言辭行為上面 speech act 上面呢，做了一個叫做 theological commitment， 神學上的委身。即是说呢，你当你诵读这个使徒信经的时候，你是向公众公共呢
宣認了自己相信一個神，而且他同時是創造主的聖父，是救贖主的聖子，是生命主的聖靈，是三位一體的。如是者，當這個 T 是三一神信仰，他看我們人生在世種種的進退取捨的時候，我們就有三種可以反問值得思而後行的層次。一，我作為聖父上帝天國的子民，在地國這樣行恰當嗎？第一個是用聖父國天國的子民。第二個，我作為聖子主耶穌基督在社會這樣行適宜嗎？英文叫做 What would Jesus do? WWJD， 這個很流行的一種教導。第三，我作為聖靈感動的生命在人間這樣行適當嗎？孟子講義者而也，即是這個是講緊恰當、適當還是適宜，都是問緊同一個問題。以上這三個問在我們信徒進退當中，如果有任何的不安，問完之後你這樣做其實不太舒服，不太平安，那你就找下其他信徒商量一下。其實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的當代思潮已經出現了身份政治 Identity Politics 的政論述，很多的教會領袖都主張教會要遠離政治。其實信徒作為一種的身份，政治是擺脫不了，因為當一個人認信為天國子民的時候，面對地上的國度，乜真係能夠政治中立咩？我攻讀神道學學士的時候兼讀咧，需要去兩次嘅實習。第一次咧，我嚟到大家呢一度崇基禮拜堂，自此欲罷不能就留喺度啦。第二次咧就去咗浸會大學嘅校牧室。兩次實習咧都俾客牧師咧分派到牧養普通話內地生嘅團體裏邊。咁有一次咧喺浸會大學嘅崇拜，我負責講道啦，係用普通話講道啊，向離港留學嘅內地生分解天國子民呢一種本體論上嘅委身 （ontological commitment）， 意思就話當你相信耶穌基督所傳播嘅咧嘅福音就係天國近了，你們悔改成為天國子民嘅時候咧，就係同時表明喺優先次序之下，天國比任何地上的國更重要，就是你要知道效忠的就是天國。即是說在兩國相爭的時候，兩國爭戰的時候，你是會站在天國的立場，拒絕為地國的權勢而傷害天國，傷害天國子民。所以一個信徒越接近帝國的權勢，就越有機會遠離天國。對於自命信徒是地上的領袖，我們的提醒就是你遠離天國了，你還不悔改？這個就是信徒現在在這裡打的仗。對於保羅要教提摩太打美好仗，他這樣對這個後輩說，在十二節到十六節，你要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，持定永生。你為此被召，也在許多見證人面前已經作了那美好的見證。我在叫萬物生活的神面前，並在向本丟比拉多作過那美好見證的基督耶穌面前祝福你，要守這命令，毫不玷污，無可剪擲，直到我們的主耶穌基督顯現。到了日期，那可稱頌獨有權能的萬王之王、萬主之主，就是那獨一不死、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裡，是人未曾看見也是不能看見的，要將他顯明出來。但願
尊貴和永遠的權能都歸給他。亞門。我們今天在世的身份呢，就是為那打美好的仗而被召，亦都即是在許多見證人面前作了那美好的見證。我們要效法的呢，就是打過這個美好見證的耶穌基督。我們這場仗打得越美好呢，就是越能夠將主耶穌基督顯現出來。所以打什麼仗，什麼叫美好呢？這段經文已經給了一個準則出來。美國在上世紀890年代很盛行一套的神學，稱之為敘事神學 Narrative Theology。 這個學派是比較重視故事、敘事在神學思考的重要性。整本聖經裡面的敘事是我們整個信仰解讀的起點。這個學派大概分為三個支派，其中一個支派有一個人物叫做 James Wim Carradine。他寫了一套的三部曲的系統神學，第一部呢就是談倫理 Ethics 的，第二部呢就是講 Doctrine 教義，最有趣的呢第三部呢是講見證 Witness。 所以按住這個思路呢，每一個信徒的生命故事呢就是一個見證，見證著一怎樣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，持定了永生，即是你的故事呢，你的生命的故事就是講了你怎樣為這個美好的仗打，為真道而打，持定了永生。第二呢，就不是只是你一個人的，還有很多見證人在你面前是跟你一起做這些見證，所以有很多很多其他身邊的人呢都的生命故事都是說明了的。第三就是每一個的見證，你的見證就是說明了你怎樣呈現剛才講顯示主耶穌基督的美好。所以如果我們用哲學分析來澄清身份的意義，就是講過了，認同一個身份呢，就是意涵著呢身份履行這一個，就是立志要履行這個身份所涉及的本分，就是一種英哲學叫做 practical necessitation of duties， 即是每一個身份作為一個名詞呢，它都連帶著一些本分，那些就是你盡義務要做的事情。譬如如果你說呢，我是子女，我是仔或女，那你自然就有對父母的孝順。如果我說我是香港人，那我就要加油啦。如果我說我是中大人，那我就要守住中大人民的傳統啦。那如果我說我是基督徒，那即是要怎樣呢？究竟這個 Christian Identity 這個本分呢，認同的時候是隱含著你會立志履行這個身份什麼相關的本分。所以呢，每一個談及本分呢，自然就會產生跟你一樣有這個身份，每一講身份呢，就跟你有這個身份的人在前面的前輩就會留下一些叫做祝福，即是他走過前路之後呢，他就說我這個身份都是跟你有的，那呢他就很想分告訴你有一些東西了，祝福我叫做，咁然後就希望後輩走在後嘅人咧，能夠喺實踐上邊去做啦。咁呢個祝福如果係死之前講嘅咧，就叫做遺囑啦。所以我哋轉入咗 VIP 第三部分實踐 practice， 去思考經文後半部。後半部咧出現咗三個祝福，大家追蹤一下祝福嘅字眼喺出喺。邊度咧？如果係主日學咧，我哋就會玩遊戲啦，就係即係睇下邊個舉得最快有禮物啦咁啦嚇。第一個祝福出現咗喺第十三節。其實剛才我哋講身份呢個意識，其實已經講咗第十三節咧，就係、是、第一個祝福，就係、是、你要效法基督。呢個係第一個祝福。所以我哋實踐上邊咧，第一個祝福就係效法基督。然後第二個祝福和第三個祝福分別在十七、第十八節，我們讀一讀出來。十七節，你要祝福那些今世富足的人，不要自高，也不要倚靠無定的錢財，只要倚靠那口賜百物給我們享受的神。這個是第二個祝福。第三個祝福呢，又要祝福他們行善，在好事上富足，甘心施捨，樂意供給人。咁呢兩個祝福呢，其實都指向翻
我哋第一部分先前講 VIP 嘅 V 嗰部分提及嘅三種嘅生命境況，而我哋重温少少。第一種嘅生命境況就係財富少過自己所需，繼續增加財富為嘅脫貧。第二種生命嘅境況就係財富足夠自己所需，努力創富咧，可能係為咗安全感，亦都可能係為咗扶貧。第三種嘅生命境況咧，財富多過自己所需，哇！搏命繼續增加財富，就係為咗貪財。所以兩個祝福咧，保羅嘅教導好簡單咁講，就係拒絕第三種貪財嘅人生，企喺第二種知足而感恩嘅人生，輔助第三種貧困人。所以即係呢兩個祝福同時回應咗呢三種嘅人生狀態咧，就係唔好貪財，知足。有多餘呢，努力去輔助貧窮人。保羅提醒提摩太，那你以後教導後人，那這段說話是保羅提提摩太，提摩太可能已經做到了，不過提摩太是作為新的前輩去教導後輩，那他就傳給他啦。今世富足的人不要以自為自己，好醒好掂，不要舔恃財傲物，忘記了最後依靠的是神。保罗又提醒提摩太以后教导后人呢，财富足够自己所需，努力创富是为的就是扶贫。所以创造财富除了物质性的呢，还要创造心灵上的富足。所以后物质主义呢，正是费老清这一代年轻人费清所追求。所以这些呢，都是作为前辈的保罗的经验之谈。咁正話講咗兩個 T， 就係理論同埋神學。而家我哋做埋兩個 T。第三個就係我哋嘅喺公共神學嘅領域咧，成日用一段嘅經文 （sacred text）， 同埋教會已經形成咗嘅一啲啲嘅傳統 （church tradition）。所以當信徒咧參與呢個公共空間嘅時候咧，成日引導嘅經文咧就係微加書六章八節。其實《微加書》六章八節呢段經文咧，係指向咗四個層次嘅基督徒實踐，英文叫 Christian practice 啊，即係我哋基督徒點樣去實踐咧？佢就話一就係行公義，二就係好憐憫，三存謙卑嘅心，四與上主同行。呢個四個層次嘅基督徒同在嘅實踐，英文叫 practice。哦 ，Christian presence， 所以呢一個嘅英文其實係比中文更加透徹地話，當我哋基督徒咁樣做嘅時候咧，基督就會呈現呢個 presence， 就係基督就會呈現同在，就係剛才第一個祝福就係當我哋效法基督嗰陣時候咧，好嘅準則，最後嘅準則就係讓主耶穌基督顯現。咁所以即係話咧，我哋去到邊做呢啲實踐咧嘅意義就係在於。人哋喺我哋身上見到基督，同時呈現。喺2014年雨傘運動到2019年呢個反送中抗爭運動咧，人市民點樣得見基督嘅同在咧？喺好多警民對抗嘅前線，喺記者、醫護、社工、議員企喺最前嘅時候咧，我哋見到好多牧者、傳道人或者信徒嘅。都一一加入，企喺張力最前線，做愛與和平之子。6月12日嗰日咧，有好多信徒唱呢首《Sing Hallelujah to the Lord》呢個歌聲，同時有好多非信徒咧親自目睹基督同在嘅和平。呢首歌唱嗰陣時候咧，相對嘅張力就降低。基督同在咧，除咗信徒進入人群空間之外，另一個方式就是讓人群進入信徒和基督同在的空間，即是這個是雙向的。基督同在的空間，我們簡易叫做信徒的群體是教會的，信徒進入公共空間走到去衝突的前線是一種模式，然後見到基督。而非信徒進入教會，我們見到基督的同在是另一個模式，咁嘅雙向嘅模式咧都出現咗。6月9日到而家咧，有任何嘅暴力衝突出現喺邊一區、呢區、嗰區、呢一區咧，
就自然有人問，邊度附近有啲乜嘢教會開放可以俾我哋咧棲息啊？呢啲 local churches 咧，邊一區有衝突咧？邊一區啲 local church 就會諗一諗，係咪應該讓有心靈休息需要嘅人群可以進入呢個教會嘅空間咧？呢個係呢三個月嚟非常大嘅爭論嘅地方，亦都係現階段教會好多教會喺度探討嘅問題。所以咧，我哋再回翻去耶穌基督嘅年代建立咗嘅一個傳統，呢個 T 四福音書裏邊記載咗耶穌究竟點樣實踐，實踐嘅空間。大概耶穌嘅實踐嘅空間，用空間嘅觀念咧，即係spatial 的觀念，大概耶穌有四個空間去實踐。第一個就是內室，即是入到屋裏面。耶穌通常就會入了一些被邊緣化的人家裏面坐席吃飯。第二個，耶穌會去到一些都是室內，不過那些是公共的，就在聖殿裏面見證道，在會堂裏面教導，這是第二種。第三種，耶穌會在街頭，在路邊，就在路上醫治人，在海邊的船上平靜風浪，這些都是公共空間。然後第四呢，耶穌會上到山上，譬如宣講八福這個登山寶訓，施行這個五餅二魚的神蹟。耶穌就有四個這些空間。我們看到今天效法基督的信徒呢，讓基督同在呢，都有四種的做法。第一種呢，在內室，可以在家裏面思討啦，互相聆聽啦。第二個都是室內，就是開祈禱會啦，搞研討室啦，研討會啦，譬如下午我們都會牧師同我們一起研討啦，還有多些做心靈休息的服侍啦。三是街頭，我見到很多合法的遊行啦，野餐、夢遊、唱詩、公禱啦。我們發覺很多的這些會有集會合法啦的地方的之前，都會有一些教會的人士會在那裡做一些敬拜啦。四在不是山上啦，在網上有很多人聯署啦，做鍵盤的戰士啦，發放訊息啦，善用這個社交媒體啦。當然耶穌的年代沒有互聯網的但今天呢，那些廢青是有的，所以兄弟姊妹爬山，各自努力。但是呢，我還有未盡的話，通常啲廢老咧總係死唔斷氣噶嘛。我近天國了，點樣可以做到廢老不廢咧？呢個係我死之前喺度思考嘅問題。近天國了，還不悔改。咁咧，我喺中大教咗25年嚟做老師咧，其實就好多遺憾。如果要寫書咧，我最想寫嘅咧就係一本書叫做《懺悔錄》，所以而家做一啲嘅告解。我有三個的大的歉疚。第一個呢，我要向我的前輩道歉，有負師恩，弟子不才呢，無能把學問做得更好，也都沒有辦法將老師傳給我的好好地傳給下一代。第二個道歉呢，是向同輩道歉，有負同行，未能同心協力做好事，沒有辦法站在前線跟你們一同打美好的仗。第三個呢，我要向我的後輩道歉，有負初心，曾經信託我的學生呢，我其實是曾經可能做過一些對你的傷害，請你原諒我，因為你的原諒呢，可以讓我死得無憾。你亦都不要帶著悲傷怒憤的心這樣去生活下去。所以回首往生，曾經對老師未能成命，對同行未能成志，對學生命能承托，如今夜夜難眠，晚肚有淚。其實什麼時候呢，可以好像保羅對自己一生的總結，在提摩太后書四章六至八節，他這樣記：至於我已經被僥倖，離世的時候到了，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，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，該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，從此以後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留，就是按住公義審判的主，到了那日要賜給我的，
不但赐给我，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。今日嘅经课嘅意涵其实好丰富，仲有好多未尽解说嘅话。好幸运呢，喺今个星期一9月23日，崇基学院神学院院长邢福增教授呢，喺呢个周一加油站里面讲到呢，都系用上咗呢一段嘅经课。佢嘅题目叫做《那美好嘅像真的难能打吗》。咁呢，佢有一段宣传嘅总结，咁我喺度呢同大家分享保我嘅不足。院长指出呢，保罗以打美好嘅仗嚟勉励基督徒，佢话人生其实好似打仗一样，不管你是否喜欢都在打仗，你中唔中意都好，佢就认为呢个就系一个比喻。大家喺人生唔同嘅阶段咧，有住唔同目标，同样咧系面对住唔同嘅困难同埋挑战，能唔能够迎向呢啲挑战，或者挫败之后再次勇敢上路咧，都系人生嘅真实写照。咁样我哋点样好似保罗咁样讲去打一场美好嘅仗呢？邢院长指出，有时人有因为两个因素就会出事㗎喇。一就係自我迷失，第二呢就係面对外在困难环境而带咗啲重担，结果呢就无法坚持。所以自我迷失同无法坚守呢，就係两个失落嘅位置。佢勉励我哋大家坚找呢个信仰嘅价值，不要被物质和财富所吸引，并持守这个照明，莫忘初衷，坚持走下去，打一场美好的仗。美好的仗就是凝望着去终极的胜利，在各种的疑惑、考验、绝望、泪水或者忧伤之中都坚持不放弃。以上是邢院长的分享。其实呢，准备这个的講到咧，我係非常之焦慮，因為超過10個嘅人問候我，就擔心我過界，所以咧，我今日借佢嘅講章作為參考，咁佢好慷慨咧，借咗俾我，咁我好多謝佢。咁如果之前嗰啲唔啱聽，而家我將佢哋嘅講章咧簡潔咁讀俾你聽，咁就係屬於 plagiarism 嘅一種啦嚇。提摩太前书他是这样说的，是保罗写给提摩太的信，是晚年保罗对年轻教会领袖的叮咛。所以之前那些如果你不敢听，你就听这段，我今天都尽了 讲道的义务了。在这个情辞迫切的书信中，保罗用了打仗来借喻基督徒的生命，祝福提摩太要打那美好的仗，为信仰打那美好的仗。保罗更加留低了广为传颂的自白，为自己生命作总结，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，该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。邢院长的讲道继续这样说，他说为什么保罗会用打仗来作借喻呢？当然标准的答案呢，基督徒的生命是一场属灵征战，所以我们要 full gear， 他说的戴上全副军装，就是以弗所书6章14至18节。当我们讲属灵征战的时候，不代表这个只是一场发生在灵界的对抗。正如保罗讲，这场的征战的对象包括有血有肉的人，那些执法的、掌权的、管辖这个幽暗世界的，还有天空灵界的恶魔。其实他继续说，不管你喜欢不喜欢，人生如战场，我们都是打仗，在人生不同的阶段都有目标，同样要面对不同的困难挑战，能不能够迎向挑战呢？或者在挫败之后再次勇敢上路呢？确是人生的真实写照。既然基督徒的生命就是打仗，这样我们怎样能够好像保罗这样说，去打一场美好的仗，或者这一场就是这一场仗是不是真的美好，我们真的难打呢？以上就是他讲道的开始，我引来作为我讲道的结束。他提到的属灵的征战，其实在去年2018年8月28日，我在这里崇基礼拜堂讲道呢，都曾经以难为正邪定分界，也得庄身作灵战做题目去讲道。他演绎以弗所书6章10至20节，这里谈论几场战役。如果那个好像上集呢，今天就是续集。
補充點樣打呢個美好嘅仗。保羅咧都係我前輩，我讀嗰間中學係有個聖保羅呢個字。佢咧都係叮咛我自己以為自己係一個學者嘅我咧，小心自己所引以為傲嘅學問，包括剛才講到所引述嘅學問。所以咧，我今日以呢個經課咧，大家要睇埋段經文落去第十、二十同埋廿一節咧，我做少少嘅修改咧，構成咗一個省察心靈嘅祈禱作為結束。第二十節，佢同提摩太咁講，我就將提摩太攞走代入自己。鄭漢文啊，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，躲避世俗的虛談和那敵真道似是非的學問。已經有人自稱有這學問，就偏離了真道。願因為常與你們同在，但願榮耀都歸給聖父、聖子、聖靈，永在的三一神。阿門。